嗨，欢迎回到第39集。然后我们要可能我记得是那个嬉皮任务嘛 ，motherfucker。黑色计划哦，对了，麻，对对对，神秘鹦鹉，抽大麻鹦鹉 ，Namaste。OK，disable H 好，最难的地方来了，我们狙杀他们是吗？我这八发能做什么？他们武器参差不全呐、啊，参差不全呐、啊。参差不齐啊，参差不齐，算了，啊算了，我这样也不够射啊，我直接跑起来好了，把那个、有机会把所有人杀了吗？没事啊，狙击枪当狙击枪用啊，火箭炮开射，哦反向操作 ，OK， 谢谢你，这才是狙击枪吧，这才是真正可以射最远的，没有射程范围嘛，不过等一下飞出来才是重点哦。等下那个飞出来，等下我就被卡到，然后他们全都拿什么格林机枪，我就直接卡在那下面。我只有个，我很好奇，为什么他那个方框要做这么大、啊，到底有什么意义啊？要射我啦！是不是中间还要自己对准？有个白痴，哇，那是什么好武器啊？哇哦！说真的，我宁愿拿格林机枪，也不要拿火箭炮在那边耍屌。因为格林机枪就像是集中火力的火箭炮。AK， 他妈格林机枪不见了，我在瞄人呢。好，跟步枪差不多远。好了，我们要去碰那个，碰一下防弹背心哈，要不然等一下可能就不小心死亡了。虽然我很确定这是一次解不完的，因为我肯定会飞去哪里或是死在哪里。妈的火箭炮，哎、欸，我还没瞄、欸，什么，怎么这样啊？怎么乱传送了、啊？没事啊，我偷渡好几把武器出来了。其实也没到好几把了，反正有40发那个步枪子弹就很够用了、啊。当，我们直接速通。耶、yeah ，这真的是狙击枪吧？就算子弹有扩散开，那个伤害也是会爆到头啊。好，防爆门，好开不起来。这不是应该哔哔啵啵打密码进去吗？不会吧，又卡住了、哦。之前也有这样呢。雷鸣，那我继续来打密码、啊。哔哔啵啵啵啵啵啵啵，咔嘣嘣嘣，因为不会打就乱射。所以你要开了没？好，看我卡到弱智 bug 了啊、哦，没事啊，我也输了。控制塔已经不能用了，那边有通风管可以溜进去。因为是我被发现，所以那个要才在把哔哔啵啵啵啵的溜进去哦。因为不是我卡 bug 哦。哦，原来这边可以溜进去哦！我的天，什么？我完全不知道有这条路哎！啊，每次玩都有新的惊喜哎，酷哎，这才是好玩游戏啊！那 speed run 直接冲过来这里不就好了？嘣嘣嘣嘣嘣就好了。好，进来才是个问题。进来，我靠腰，谁枪那么悦耳啊？你在哪、啊？看到了，不是他呢。啊！操，左手差点被你打断。滚啊，钢塞侠，攻守交换 ，nice。这格林机枪算好拿的，去桥上拿就好了。但是能捡到也蛮爽的。有点忘记怎么站起来然后跑步了。啊，算了，现在不用，时间就是金钱。这边怎么跑不了路啊？是太胖是不是啊？我直接迷路了。哇，这什么地方啊？好酷欸，这干嘛？哦，可以这样子哦！哇塞，我都不知道欸，可以直接让它对空导弹失效、啊。这是那些科学家在搞鬼啊？为什么我重玩这关就可以发现那么多惊喜？甚至我都不知道 GTA SA Top 10 Detail。如果是重置版，他现在已经告诉我该怎么做了。好啦，其实我知道走哪里了，这里了。靠腰，今天是收垃圾的天吗？等一下，不要卡在这种地方，快下去啊！怎么水路可以走啊？怎么那么多莫名其妙的地方可以走啊？什么战术游戏啊？找到路了。然后对，就是这一条，我想起来了。怎么这么亮啊？关了好不好？哇，坦克欸，不需要。去找开门的钥匙卡，是要先拔妹是不是？是不是你？我杀人了。耶、yeah ，好一堆人。然后我们去找黑色计划。
不能失败哦。怎么可以跑步了？希望下面没有什么很强壮的人啊，拿什么很强壮的枪。没有，这边都是很可爱的人，对我很友善的人，包括这个模组也对我非常的友善，对吧？对吧？我已经把导弹取消了，但是，唉 ，yes， 就是会传送啦，哈哈哈哈哈。没事啊，现在跑回去应该也来得及了。对空导弹取消了，那我现在开直升机过去会不会被射爆啊？哇，我气垫船你。不用再，没关系，你继续升啊，继续用升的就好。不要搞我就好了。你这小搞我没关系啊。哇，妈的，要游泳干，他妈的又是这里，我最讨厌这里，每次都是这里。为什么不直接把我传到刚刚那里啊？原本都爱传69号区，怎么现在不传？你也传到机场嘛？算了，机场也没有直升机可以开，甚至没有飞机呢，都是一般车辆。是这样，我现在徒步跑到69号区是吗？机车拜托，怎么现在突然那么没人啊？你也留台直升机给我吧，空白键按得很酸欸。还有多远啊？嗯，跑到那边我也差不多会被传送了，然后再被传回去，我直接哭晕在地上。有人啊，有人就有车吧，妈就一台推土机。不要跟我讲这真的是用跑的跑到目的地。我现在玩死亡搁浅是不是啊？但死亡搁浅也只有前面部分是这样用跑的啊，还有部分任务、啊。车欸，你不会让我后悔吧？啊，我射好准哦！谢谢你富豪，拜托富豪，拜托你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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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爱你，就像老鼠爱大米。机车耶，好妖，我要飞去哪？为什么会飞起来 ？You cough， 你的车撞到一下会飞起来。OK， 调整好降落距离，像我是喷射机。好，我现在不是。哇，特技耶，酷哟！没时间耍酷了。你好，我回来了，但是这是镜像世界，搞得我头晕目眩。冰，这么好闯入的吗？难怪美国那么多人想闯入51号区。可能外面还有人是怎样啊？哦，没事，我知道，那是准备要干掉我的人，所以他们提早在外面。这墙100%防水是吗？干，不要再开这个好不好？妈的，我要下了。现在我的入口在哪？我要怎么入口？还想把这门都封了，所以我进不去啊！啊，要从这里，要从正门，要有礼貌一点是吗？呜，丢不过去啊！啊，不知道、啊、我要怎么进去？哥，没有直升机，我要怎么进去？他妈的，浪费时间跑到这里！哦，有欸 ，so fucking good！ 啊，人欸怎么不见了？靠腰，这边怎么门可以进啊？理他吗？他妈，我怎么被通气啊？啊，靠腰，欸！不要欸，我好不容易跑进来，你不要这样子往我屁眼。靠北，我连下去的路在哪我都不太清楚了，头晕目眩。不知道这边不是应该有下去的路吗？干，现在这么亮，我到底是要玩他小？玩，我的通风口嘞！白痴哦、喔，浪费他妈20分钟跑来这里，然后什么都没有，然后他们还被通气，我靠！我看不到他们，他们看得到我。好了，我要当速通猛男。当然不行啊！你他妈凭什么他们看得到我？干，我什么人都看不到，我暗杀个屌，他们都看到我。他妈的，我假装自己是透明人啊！他妈，左边那个一直拿火箭炮要把我射烂，上面那个拿散弹枪把我射烂，中间那个要拿格林机枪把我射烂，全世界都在把我干死。啊，我蹲着会比较好吗？跟一个傻屌一样。啊，那个人在干嘛？潜行哦，好丢脸哦！什么年代还有人在玩潜行啊？怎么跑不动了？耐力真的血假的哦，跑不动哦。No need to hurry. OK， 我知道了。OK， 所以跑不起来是正常的。好，等效果结束，我可以要再重新猎杀他们这群白痴，就是你们啦！射杀小哈，对空射杀小，关你有没有家人，都去死吧。OK， 最有问题的要来了。好，要怎么出去才是个问题啊？我也只有夜视镜啊，干嘛用命飞了？跟你讲，幸好我把那个火箭给那火箭一定要拆掉，没拆掉我连飞出来机会都没有。就幸好我有发现两样惊喜：地下道、通风口，还有关闭那个对空导弹。哇，那现在我甚至不知道哎、欸。Let's take a break。好啊，休息一下，反正快到了，就给你耗5秒、10秒，随便10秒。好，对，10秒。
Hell yeah, bitch. Hell yeah. 哦，他偷走我的喷射背包了，然后又把我丢在荒郊野外。耶耶，就这一集，不，就这关，就这关了。玩起来太难受了，没有，中间那段比较难受。我不要顺便开到，先回机场好了。难受归难受，但是干，我真的没想到这解得掉，欸，这看起来一点就解不掉的样子，因为这关偏长，然后又敌人一堆。这模组也是要建立在玩过原版的，原本就很有难度，然后还要玩这个模组，基本上跟自杀没两样。没玩过的话啦，啊，基格路，我的机场一样没有半烧会飞的，怎样？可以还你了 ，CJ 啊，没事啊，下一集可以继续解他那个喷射背包火车任务。好，这集很短的到这里了，想说只生气一次，已经默默生气很多次了，就是很意外没有一直闪退啊，所以我们就可以一直开着这模组，厉害吧，超厉害。跟你讲，如果不会闪退，我当然是会一直开着。好，拜。